这腰子还卖？腰子18块一斤。那个拿回去做食嘛？那个我回去蒸水就妥。怎么说？很简单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月4号，这也是我2024年的第一个视频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这里是成都市的天回镇，每逢尾号是1、4、7的日子是传统的农贸赶场日，今天是4号，正好是一个赶场日，人很多，还真有点壮观，带大家一起看看吧。天回镇可能是成都市最大的农贸集市，还有一个地方是马家场，马家场的集市是2、5、8，其规模就不如天回镇。小林兵啊，你从又是要要用的地方天天来。生意好吗？好不好？啊！全国渔民市场五元一瓶，只需要5元一瓶。对于一年四季，老鼠真的长得真是。这还是二十二是吧？正宗的就是不要吃味道哈，买啥鸭来？有鹅肉哈，有串肉。这地球呢？这地球怎么办？啥子？地球吃饱。范叔叔。像我说随便品。随便啥子？随便品，找不到重的哈。你这个藕是脆的还是粉的吗？粉的，粉的啊。干拌的是6块吗？还几块吗？3.5块。3块。6块，卖到6块就完美了。哦，你这个在城里是6块，在城里。城里面也是。我都说的，先不用。36是吧？
还是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。可以，可以，就是不买，可以，可以。将肥肉裹上面粉，在油锅里炸，这是成都地区流行的一种做法。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我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。五块三斤，来嘛，五块三斤买，买啥了？五块三斤。土豆五块钱三斤喽，大土豆哈，大花土豆喽，大花土豆五块钱三斤。哎，干净嘛，行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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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几个嘛？我不要那个小的，大的嘛，喜欢嘛，越大越好啊，是不是？大的嘛，那这个大的。这个石头好多钱的嘛？现在35。哦，牛肉都煮了两种哈。来，放。来一片。先吧，这个要的吗？要的。这个呢？东门腰管黑金锣，下边。野生蓝莓干。没错。没错，没错啊。嗯嗯嗯嗯好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他们，不是这个啊，没有没有。看一下好多钱钱。没有，你开几桶啊？给你十几块，六十块钱哈。你报单。我问哈。十块钱。十块。你给我拆的就差不多。背不到包，他背不到的。你放包包去嘛，或者放个纸包包去嘛。他那个蛮多，十几块的嘛。哦，他的钱不多。他的掉了。哦。那边这边我在这边我都买到了，你能弄吧？六块八，六块八，十块钱，我说八块钱，十块钱，八块钱都十块钱了，不要说。啊，几个人吃？8块钱。哦，3块钱。包钱就要没办法。有2块。哇，这么一袋3块钱。啊。便宜。有大有小，他选的小一点的。3块。5毛钱一斤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这6毛钱一斤啊！6毛钱一斤。来，马上马上黑发价哈！10元一斤，一斤10块，紫客花坛哈。五角钱一斤，我也是脆的呗，5角钱一斤。来，买萝卜，5角钱一斤，萝卜5角钱一斤，我也是脆的呗，5角钱一斤。16块，加过价的20来，不是2都20。老板，有块16块
优惠价我就是嘛，你看嘛，全是黑头的，哪里见哪里哪里都是。买鱼买鱼买鱼！牙齿牙齿，不要拔呀！给你呀！哦，我请不起啊！活鸡22块吗？哎。老板，哎，你看这。随便念都一价钱是一样的，还挺压不啊？发了。嗯。他都夹不动。嗯。他们都打起了。这个你也太过高下了。你还跟他要什么？要的。没事没事，随便拍随便拍随便拍啊。嗯。嗯。他要今天嘛，算了，专门炒这个东西。要买那个。他回去了。怎么了？就是了。你就是了。我不拍你的脸啊，我就拍这。这个拿回去。拍的也可以，做不做后期嘛？要处理一下噻，脸倒是要美一下，美一下颜。两个吃饭，要出门。这个拍的小，这叫啥子嘛？哎，要不要他这个要后面？他们那儿要，哎呀，我多买钱。这腰子啊，妈耶！腰子18块一斤。那个拿回去就是了。那个我回去蒸水牛头。我说，嗯，冬天的，女的她这个，到了最后你出去吃一碗，吃。买过年茶，买过年茶。大端大的过年茶饮。花菜。哎，别讲。
桃子没了，桃子。啊这集市那边还多远？还远，还有几百米，还有几百米，四百三斤。我一米八几。哎呀，没老多，没稳当老多。要不要的嘛？我价格本来一般的低啊，阿姨。样样十五块。我这里价格都是公认合理的。绝对是合情合理，相当之便宜的。我是跑两个摊位。十五块，样样十五块。这价是五点价。来了。来一个。没问题。这只大白鹅死定了，只是一个碳问题，它还在挣扎，但结局已经注定。不，你这个呢，不是娃嘛？放这喊一个，他是不是傻？这个还不得的，那没人买的嘛，没人买才行。那行，我等一会儿我看。哎呀，我买好多。你买脚，是等你买脚。这个市场真的很大，到了一四七，整个天回镇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。走了老半天也没有走到头，这里还只是天回镇市场的一部分。没快呀，老几天就快呀，嗯。
高价回收旧手机，笔记本电脑高价回收旧手机，笔记本电脑高价回收旧手机，笔记本电脑。怎么样，生意可以吗？哎呀，不好，真的很，这么多人的吗？人多了要买嘛，这生意好嘛了。你要嘛这一个长期性的钱，刚刚你们卖九块钱，就慢慢嫌贵了。你这城市你是晓得卖好多钱，你是大发的，大手主义，是不是嘛？还说贵了，哪里买得到嘛？那这个卖多少钱嘛？这个九块，九块是吧？九块一斤那么贵嘛？哦，青豆最少卖你十多块钱一斤。要不是吧？你都讲真的安逸。我讲了就是，说安逸你不买我的。那一天有人真才买了的。我要有钱，我肯定买到了。那一天他们开始买的。你别来不来了，今天赶紧赶彩票，赶钱。你说你咋？你几十多斤这块？二十多斤。就啥子看这个猪的了。哦，你明天到马家场去啊？那马家场这个没有这个档。哎，十五块。我五了吧？他加了十五块。哎，来了。拉拉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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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不去十块钱，还就跑上去十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啊？这是个什么？啊？音箱。不，音箱。这里还放一个音箱。哦，就是吆喝的时候。声音。打压的嘛。嗯。肉出来了，啥子都出来了。买肉，买肉，买，该肉，点啥子？旧手机，烂手机，笔记本电脑，高价回收旧手机。就是他都没肉了，我们都是漂亮啊。对吗？真的没办法。还有花露水，老味道的，拉倒。
加油！快点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买鸭子，买老鸭子，买鱼儿丸，买鸭鱼儿丸哈。哎，买鸡，买鸭子，买鸡，买鸭子，买鱼儿丸，买老鸭子，买老鸭子，快点来来来，买鸡，买鸭子，买鸭子，买老鸭子，买鱼儿丸，买鸭鱼儿丸哈。你们吃的吗？没分开喽。哎，买鸡，买鸭子，买鸡，买鸭子，买鱼儿丸，买老鸭子，买老鸭子，快点来来来，买鸡，买鸭子，买鸭子。哎呀，快！那个是出油啊？芝麻酱。啊，这边呢？有。我现在是没有工作是吧？没炸了哎。啊、没炸了。真的没炸了。没炸了。这个门店十块，对，鸭呀十四，马呀十四，马呀是好多的。姜味十六嘞，现在十四的话都是下半桶了。买到哈。就你剁肉嘛，我拍一下可以吧？好多。好多钱？三十斤了，三十斤了。自己作业吗？我工资多少？人家小姐都出去见面去了。这里似乎是专卖服装的地段，面积也是很大的。
手机、大戒指、大耳环、大项链，高价回收1元、同源。大戒指。哎。高价回收净手机。就我的人，发抖音出去啊！你没给我挂呀？早觉得把哪一条出来挂？我拿是江西哦，来一点，别动，过来免费吃鸡。第一次不吃是我的错误，第二次不吃是我们的错误。第一个的兄弟，不可不对，非常长期的特色，好吗？好吗？为什么要喷水啊？这是盐水，盐水，盐水是吧？哎，对。新疆羊是南来的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在新疆特色东亚羊种，有各种羊圈羊、芝麻羊、沙沙羊、大心羊、鸭子羊、河套羊、田羊，用料是土鸡羊、石羊肉。这里似乎是专卖水果的地段，这面积也不小。夸奖了，夸奖了！牛皮含牛的皮带25块，皮带比牛皮含牛的皮带25块，皮带比牛皮含牛的皮带25块。皮带比牛皮含牛的皮带25块，皮带比牛皮含牛的皮带25块，皮带比牛皮含牛的皮带25块。把它微信加起嘛，加到的微信嘛，我把那个啥那个微信加起。跑关子？嗯。这鞋垫好卖吗？好卖就不好卖，现在没得那样说的好卖。哦。这都自己做的吗？还是外卖的？自己做的嘛。自己做的噶。去问嘛，问哪里哪里还卖皮皮之类，你问到。你明天去马家场吗？马家场。你明天去不去嘛？明天不去。不，127258了。卖了几个了？哪里卖的几个？小房间便宜卖了。来来，温江大串小房间便宜卖了。来来，温江大串小房间便宜卖了。这个明天你去不去马家场嘛？马家场去不去？明天。来来，温江大串小房间便宜卖了。卖花椒，卖秋香油，卖不是258到马家场吗？
你要是其实开会怎么？二五八在哪里嘛？二五八没卖。不，我听说他们是这个二五八呢，就是在马家场了嘛，这都去马家场了。马家场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十二点一过，赶场就结束了，整个天回镇又重新回到了恬静安详的时光，仿佛赶场没有发生过一样。